六个给你25万吧。没有很降，但是价格还是看不到。就这吗？对啊。你敲门吗？偷鞋啊。啊，要偷鞋吗？对啊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来来进来进来。哎呦，叔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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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坐啊。啊，他说有货看是不是？啊，行了行了。啊，什么货呀？我有两个料子啊，两个料子有给你看一下嘛。好，如果你们喜欢就要，不喜欢也不要也没关系的。好，可以的。好好好。看一下，对，这个先不用打灯。你看它的皮可以，哦，这种水可以啊，是啊，好老实啊，包浆皮啊，打灯看看，有一点毛病，但是好中好，嗯，这里有裂啊，对，有裂，不影响取件，这可以搞款式，主要这一坨是比较好，你看这个底色好足啊，还有一块小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全身都透，这个相当好。断口，嗯，断口就能看到它的色的，一灯泡啊，哦，一个小灯泡，好漂亮。这两块品质好啊，透了，嗯。你喜欢哪一块？你喜欢哪一块？你喜欢哪一块？我喜欢小的。那我就买大。啊，你买吧，可以你先买。这个给你25万吧。25。哎，对。没有喊价，但是价格还是看不到。哦，先放一块呢。哎，这一块，这个给你22万。22万我也看不到。看不到。也是14万嘛，跟这块一样，好不好？东西不一样，也是这个，你14万给了低了一点。它这个品质没有这个的好，但这个要稍微小一点。小一点，这个没有毛病，这个是冰冰透透的了嘛，是吧？东西不一样，这个有铝材质，这个铝没有。16嘛，16。16啊。好吧。加一点吧。加不了。加不了了。不是，加一点点吧。你砍价都那么温柔的吗？不温柔，这温柔吗？你砍价太温柔了，这样，嗯，阿叔，我们阿龙打包嘛，阿龙打包可以啊，说一个好好的价格，23，23，一口价了，你不要不开心，你能卖就卖，给你加5000，可以了，不会，阿弟真的不会，我不要加五千了，23，卖不了，现在你如果加要卖不了，你加5000不要卖不了，现在卖不了，你怎么乱给价呢？这钱乱给价，24。还是需要低了，可以了，你想一下，想一下，不加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已经最高了，高那个了。现在23，二十需要不贵，不想买呀。高那个了，好的，卖，你再买给你，可以，下次我们多买嘛。好的，是吧？下一次有好的我打电话。哎，好。停，不是你要去哪里呢？我要去送料子。这什么？等一下，没事，你去吧，改天聊啊，有空联系啊。我们进去聊。进哪？不是，你有这种料子，你怎么不给我看？那你也没问我啊。那你也没说呀。你这，你别说，都是你的错，这个错你认不认？认。啊，认就行了。有这种冰坨坨，你也不先给我看，难骑的，你洗过它？这不很明显吗？你还要问我？那你这个洗的工艺还不错吗？那可不。哎呦，这个冰坨坨漂亮。这漂花的。我看见了，我又不瞎。真的是。有老板要了？对啊，我这不准备出去送的吗？他出多少钱？你管他出多少钱的？你要吗？我问问嘛。你喜不喜欢？我喜欢没用啊，我钱包喜不喜欢才有用啊。他出多少钱？他出。这个20。对呀，他是傻子吧？你喜不喜欢？我喜欢，你喜不喜欢？我喜欢。你喜欢？我为什么不喜欢？这样吧，啊，我觉得这块料子还不错，但是我嘛能力有限，是吧？直说好吧，不要踩了，我讲。我俩合。合。对，我觉得你的底价也就10，我猜的没错吧？对，十，你的底价。底价10。真的吗？那咱们两个老朋友了嘛，要不这样，你出10我出10，咱们把它合了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对吧？拉哥，我不相信你。你这，不漂亮的女人都会骗人。给钱。那我现在手头紧啊。手头紧，你跟我谈。那咱们不是关系都到这个份上了吗？是吧？那你不给行也是可以的。啊？怎么说嘛？
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好不好？什么条件？你说说看，我听听过不过分。你的手机必须随时我能打得通，你必须随叫随到。那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可是很正经的。那你平时看不看料子？看啊。你是不是要出去收料子？收啊。那我也是啊，我打电话给你一起去，这有什么？啊，可以，我还以为是啊，没事，是我想太多了。年轻男孩嘛，总是有点奇奇妙妙的想法啊。可以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可以啊。那我拿去切了。拿去切，你这钱也没给我，你就拿去切了。不是钱你帮我出了吗？我给什么钱啊？那也是啊。对啊，那么一人一半吗？但你还是不能切呀。那不可以切，可以切，就这样，我切了以后我再告诉你，是不是？咱们俩的本钱是20嘛，是吧？啊、万一20切了以后变40，40变60，60变180，180变280，你切的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？啊，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那么好的石头绝对可以，我拿去切，就这样啊。